我知道你跟这个西方的表演者都曾经有过一些合作，譬如一些乐队啊，或者是一些表演的小提琴家咁样啦。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有啲咩有趣嘅经历啊？我的音乐会呢，京胡摇滚呢，和很多的这个有名的乐队一起演出过，比如说 Triple B G 呀，还有这个摇滚乐呀，这个西方的小提琴演奏家 Jeffrey Castle， 我第一次跟他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的乐器非常的有趣。为什么两根弦这么小的一个尺寸啊，又是竹子这个做的，怎么能发出这么高亢、这么有特色的音色来？他就拿过去试一试，说我来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拉一首曲子。等他一拉的时候呢，他觉得哇，所有的音他都控制不住，就觉得说像杀鸡一样的这么难听。当这个小提琴他在表演他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哇，那简直就是满台跑啊，完全就是疯狂的投入到这个音乐的当中，从这个台前到那个台角，整个人呢，又唱又拉，又是这满台转的，整个这么一种就是特别对音乐的投入，这种即兴的这种表演。当他拉完了之后呢，哎，该我表演的时候呢，他突然拉着拉着拉着突然停了，那意思就这个时候该你表演的，突然就把这个球就抛给我了。我当时呢反应也很快，一下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时候该我来独奏了。可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即兴伴奏，但我们在家里排练的时候从来就不知道，没有去大家就是说好哪个地方该你拉，哪个地方该我拉，完全是现场的这么一种就是自己的发挥。那当我拉完这一首曲子的时候，那我要想着怎么样能够跟他的这个节奏，因为鼓还在不停地在敲，节奏是没有变的，但我的这首怎么能跟节奏能够吻合，怎么能够跟他刚才接的这个音乐还得要有一定的这种吻合度。那所以我想的就是说，通过跟他的这种合作的这种演出呢，也让我体会到一种就是西方这个摇滚乐它是完全即兴的发挥，它不是说那么死死板板的。每一次演出完呢，都是掌声雷动，全部都站起来为我们鼓掌。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尝试，感觉到很骄傲啊，也为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呢，啊，传播到国外呢，尽一份自己的力所能及的力量。咁咧，呢個疫情對你嘅影響有冇話咩改變咗你嘅表演方式？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我覺得疫情的這個期間呢，對我們大家的這個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像我搞音樂的，那麼之前的音樂會呢，都是在現場表演，大家觀眾可以看到我們在台上啊表演的。那麼現在呢，就没有办法去演出了，我们只能是在家里通过视频这种形式来为大家表演京胡啊。在春节这个期间呢，这个我应邀了美国科技公司 F5 他们这个25周年的年庆啊，我呢作为这个亚太的音乐家，代表亚太的音乐家，在家里呢就录制了整场的这个京胡的音乐会。那么我想着通过这个视频这种方式的传播呢，它让人们呢不管在任何的时间还是任何的地方，它都能够欣赏到我们的艺术。
嗱，依家坐喺阿小妹旁邊嘅係佢嘅先生何冰先生啦。咁就係、是、其實係你係佢背後嘅先生，定係佢係你背後嘅太太咧？啊，咁講，因為咧我咧本身自己咧就好中意京劇呢一門藝術嘅。咁啊，小妹咧佢有佢自己理想啦。咁我作為佢老公啊。責無旁貸，一定要幫助佢嘅，實現佢嘅理想。嗱，咁你話責無旁貸啦，我知道有一次差啲闖出大禍喎。係啊，真係噶。嗰陣時咧，我記得喺香港演出啦。咁啊，我就負責管埋曬啲樂器啊嘛，喺我個車度。咁啊，落車嘅時候咧，結果咧忘記攞。真係大曬鑊啊！因為你晚黑要演出啦，嗰啲樂器全部冇曬，唔知點辦嗰陣時，面都青埋，真係嚇到我。那我一見到你，我說：，哎，老公你怎麼一個人呢？我的樂器呢？我所有的樂器呢？啊！當時嚇死我了啊！整個的樂器都沒有了，我就問他今天晚上怎麼演出啊？後尾咧就係小妹即刻諗起，哎，你嘅發票有冇啊？有，好彩有個發票。如果真係冇個嗰張發票咧，真係唔知點算。咁啊！即刻打電話俾個出租車公司啦，揾翻嗰個司機嚟，咁啊先至揾翻到所有嘅樂器。誒、哎，真係嗰一次嘅經歷真係好顯，好難忘啊！好難忘，又難忘又驚。咁其實咧，呢樣嘢就話證明啊，小妹咧係好喺即係最緊張嘅時候咧，佢係好鎮靜。依個咧都係俾大家一個教訓啦。喺即係如果有緊張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哋都要冷靜一啲去處理，係咪啊？係啊，係啊，真係噶。當時呢，我們在香港的這個音樂會呢，啊，我再簡單的介紹一下，因為整場的音樂會呢分兩個部分，前半出呢是我的京胡時尚音樂會，那麼後半出呢是我先生他的傳統的京劇這個京胡音樂會，我們還請了很多京剧的名家，比如说薛亚平啊、林科呀、啊，还有这个杨少鹏啊，还有这个还有谁？裘继荣。对、嗯，所以说那场音乐会呢，也是锻炼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发生突然的这种，就是我们对这个香港那时候，水土不服啊，还有这个比较紧张啊，这个身体的状况的调整呢、啊，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就是应对的一些自己的措施吧。所以我觉得那场音乐会呢，我们办得非常的这个成功，也得到了当地啊方方面面的观众和一些知名人士的艺术家的这些肯定。今日呢，我哋真系好高兴可以访问得到吴小妹同埋何冰先生。咁我好希望咧喺不久嘅將來可以聽到你哋嘅實地表演京胡音樂會。咁啊，觀眾朋友啊，而家咧就係為大家演唱一段咧傳統京劇《洪陽洞》裏邊一段楊延昭嘅一段唱段，叫做《為國家》。掌声灿烂，随时仍然弄伤。